还有个事儿，我得麻烦你，帮我找个律师呗。我想提前立个遗嘱。别闹！我演不下去了。你别这样，你再帮我撑一段时间。你要多少钱，我都嫁给你。你除了钱，你还有什么？这个钢厂，我这次必须得拿下。慢点，别烫着啊！那对于我来说太重要了。大哥，多吃两个。所以你也别怪我跟您争、跟您抢。这个钢厂，我真的不能让给你。